可以按。试一下缩小嘛，那个缩小画面 Q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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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时按 QZ 同时按，就小了吗？看一下那个头吧，那个头我给它拖一下，对，从那个螺丝头然后再往它那个连接的地方都看一下，对，然后再往上看，对，你看它刚才的那个连接的那个地方，放大一下咯，是的，再放大一下，最大的吗？好，一 C， 一 C， 一 C， 完了。还要换灯？可以啊，给它看仔细一点的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再调一下那个曝光，又或者电？电流电压呀，可以。好像太亮了，电流也调一下嘛。然后画面怎么那么模糊了？啊，算了算了，再往上拉一段，要我就把视频关掉。来一个 ，OK， 来一个 ，OK， 差不多了。